家，恭喜你能拿到开天神斧啊。开天神斧出山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为三界除了你这个大害。不能杀他，杨戬作恶多端，恶贯满盈，杀了他是为三界除害。世间种种的迷惑都是因你而猜错，水光月光有交融，描述着朗朗的夜空，生死到头的相逢。你没有别的选择，要想报仇只有先跟我联手。当一切明灭如梦，就在远山被绝世成风。小狐狸，谢谢你帮了我这么多，不过我一直在骗你，我这么做只是为了我在三界的地位。你现在才是在骗我，我活着只为了报仇，别的什么都不想。害死你的是我，要杀杀我好了。我帮你拖住沉香，你去报仇。是二郎神用真气帮你维持了生命，你才有机会练成劈天神掌。丁香的一拳实在太重了，足以震碎他的五脏六腑。就是用我的真气来修复他的五脏六腑，我一直能延续他的生命。丁香把我交给二郎神，是二郎神用法力延续着我的生命。从容